喂，是我。什么？那太好了，那太谢谢你们了，我们立即准备。怎么了？大学那边没事了，说对方解释了，说是误会，也道歉了，院方商议之后决定让我们活动继续。那太好了。我打个电话给吴经理，让他也高兴一下。学姐，你真的不用再感谢我了，你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社团的呀，再说了，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没有帮上什么忙，是他们那边自己取消了举报，然后还找到我们特地解释了误会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是应该好好感谢你的。尝尝，这些都是我们餐厅的招牌菜。好吧，谢谢谢谢。好吃啊，好吃。陆小凡呢？这个不会是他做的吧？他可不可以一块儿出来吃啊？他，不行哎，上班时间他不能出来。好吧，他没有这个口福。学姐，就上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看他接了个电话，然后急匆匆出去了，而且脸色特别难看。我问他，他也不说，是餐厅出了什么问题吗？餐厅好像没什么事儿。哦，那就好。姐，那个许彤喜欢陆楚，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八卦，他们俩是同学。静静，你别收拾。那你们都是一个学校的？我最近还听说，原来我们是一个社团呢。但是呢，他们比我小几届。不过照理来说，我们应该一起做过活动才对。那一起活动过你不认识，而且陆楚那么帅。你以为我是你啊，花痴！不记得了呀，可能是那个时候他没长开，比较丑吧。陆楚，你给我过来一下，有事找你。哦，好。你快点儿。怎么了？快点儿！干嘛呀？说实话吧。说什么？你接近样姐，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啊？别装疯卖傻。小孩，你说话我都听不明白。你呢？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忙着呢啊。站住！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。第一，你是不是典当过样姐？看这表情就是了。第二，是不是你放火烧了样姐家的饭店？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对，是你放的吗？为什么？
不要你。其实那是个意外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还要来到我的身边？你到底要什么？这么喜欢角色扮演吗？姐，你耍我很好玩吗？我其实一直都想找机会跟你解释，但是没找到机会。陆小凡，我们在一起的机会还少吗？如果你真的想找我忏悔，有一千次也有一百次这样的机会吧，你都没有跟我说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听到这个。我一直都问你，我问你，为什么要点灯我？你一直都不告诉我，我以为你有难言之隐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你是想让我忘记你才是那个毁了我们家的人，是吗？不是。我们那天本来想去试菜，结果店里跳了闸，没办法，只好点个蜡烛。但是因为天太黑了，那电路一老化，然后就引发了火苗，这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。行了，到此为止吧。不要。长南，姐姐，让他冷静冷静吧。妈，回来了，行，正好，咱回家，不玩了。有件事情，我想跟你说一下。你坐下。这什么事儿啊？你可别吓我。其实陆小凡，他就是当年失火烧了吴乔家的人啊。如果当年餐厅没有着火，家里也就不会欠债，爸也就不会自杀。不过，当年你爸那件事儿，也不能全怪他吧？不怪他，那怪谁啊？难道怪我爸自己想不开吗？不是都过去了吗？过不去，我没有办法过去。妈。爸的那些东西你放哪儿了？哦，糖水铺里还有点餐厅剩下的东西，其余的我床底下还有点。怎么了？我想看一下。嗯。